美容养颜是女人的天赋权利，而近年来中医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。出生于中医世家的 Grace 对古代御医的名方加以改良，积累了将近30年的行医经验，大家不妨去看一看她的独家秘方。近年来，许多化妆品含有大量的化学因素，已经让人们的皮肤不堪重负。抗美药业的中医师 Grace 出生于中医世家，从8岁起就跟随爷爷采药制药，对古代御医的名方加以改良，积累了将近30年的行医经验。Grace 用她的中医智慧，从气血和肾脏入手，让美丽由内而外升华。截取百草精华，古老神奇的中医美容疗法是最健康、最天然、最有效的方法。Grace 亲手调制的美容养颜中药，活血养颜，滋润肌肤，调理肝脏功能。爱美的姑娘们，如果有任何皮肤问题，都可以找到 Grace 专门为大家调制适合自己的美容养颜中医调法，而且药到病除，让人们拥有美好的皮肤。